我们今天的课程啊，是关于这个从黑暗啊国度里面走向这个自由释放，还有关于这个如何传福音啊，福音的意义是什么啊，讲一讲。今天我发两个经文句子啊，我先读一读这个两个经文句子。这个是在《使徒行传》26章18节，你们不用打开，就听一听啊，听完这个。为了开启他们的眼睛，使他们从黑暗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，使他们因着信我罪得赦免，并且与那些被分别为圣的人同得基业啊，同得基业。这件事情呢，就是说我们在那一天啊，你们所看到的这个赶鬼啊，你们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画面？这是个什么样的画面？我们在干什么？与灵界征战。与灵界征战。我们在干真实的征战。我们在干什么？墓里干什么？是他们被在捆绑当中，就是在享受别人的罪啊，对吧？我们其实就是刚才那句话，我们如何干什么？抢夺一个人的灵魂，从撒旦的黑暗权势下抢夺一个人的灵魂，看到没有？我们从撒旦国度里面抢夺一个人的灵魂，啊，所以说我今天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你做分析啊。有一个人啊，这是一个人，对吧？那么一个人呢，黑暗啊，黑暗，罪，然后就是撒旦魔鬼啊，就是魔鬼的权势，魔鬼，是黑暗、罪、魔鬼，他们三个黑暗。罪恶和魔鬼，他们三个其实是一块儿，他们其实是一块儿，就是这个人呢被捆绑起来，这个人被捆绑起来，在一个家，好像一个在以赛亚预言里面讲述什么，像牢狱，像在什么监狱里面，为什么说从把他们监牢里面放出来吧，被囚的释放，被囚的嘛，所以说监狱一个人如果被黑暗，被罪是被黑暗。被黑暗就是被魔鬼所挟制，这个人其实就是什么，在监狱里面。昨天那个李宝宁姊妹也问我话，我说，那么咱这个看我们如果被鬼附的话，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们通灵了，对吧？那么那些不被鬼附的人不是很好吗？那么那些不被鬼附的人是不是就不是很释放？那无什么不够好，不是的，所以说我在这样想，魔鬼它是有什么有战略意义的，对不对？咱知道中国有这个孙子兵法，对不对？36计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打仗，对吧？咱打仗还要天天研究这个兵法，对不对？咱打仗还要研究各种各样的兵法，那么魔鬼打仗。魔鬼要来掠夺你的灵魂，打场战役，他有没有战略？有。他有没有计谋？是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难道他的战略就，很单一性？所以说，魔鬼的战略捆绑你的这个也不是很单一的，他的战略也是很多的。我们36计，计很多了，对吧？比如说美人计啊，有这个借刀杀人啊，是不是？就是有很多计，就是你打个仗嘛，就是为了干什么？打仗目的是干什么？打胜仗，对不对？打胜仗就要想办法，对吧？就要想办法，打胜仗就要想办法，想捆绑你，那魔鬼去干什么？也在这想办法捆绑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就分享，那么说，那么魔鬼一般用什么方法来捆绑你？方法多了，对吧？咱就是一个一个方法上分析，我们先从大的一个方面讲。首先，达尔文我们都认识吧？嗯，达尔文计划论，对吧？达尔文我们都认识吧？对，确实，对吧？这个进化论直接把人推向了无神论的高峰了。进化论，它是什么叫进化论？你知道，进化论它不是科学，我们要明白什么叫科学。
所以很多人呢，我说你不要要思考，你知道什么叫科学吗？你知道什么叫科学吗？经过反复实验得出来的证据结论，对吧？嗯，客观事实，对吧？是一种很客观用事实，可以经过反复实验可以得到的一个结果。是的，这叫科学，你知道吗？达尔文进化论，你知道吗？是达尔文自己想出了一套什么关于人类怎么来的一个理论。推理就是。你知道吗？是。他不是达尔文进化论不懂物理科学，在国外教科书，那除了在我们国家说是科学以外呢，那全世界都不承认。对，是的，说都是科学，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，嗯，对吧？是你自己想象出来一部分认为什么人的由来是什么由来？达尔文怎么认为这个我们这个猴子变出来？他发现什么？他发现鸟啊，五脏六腑，对不对？什么都全备。那鸟儿有心脏？人有没有心脏？有。那鸟儿有没有骨头？人有没有骨头？他是他，你发现没有？他是通过这样相似想发现什么？那么什么？那么猴子吧，它可能比鸟儿的更加高级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因为它的更加高级嘛，对不对？发现什么？那我们人类一听到，我们人类一定是从这个低级生物演变成了高级动物。高级的动物啊，他的话语是什么？我们是一群高级动物，听没有？高级动物，是的，有低级动物，有中级动物，有高级动物，对吧？青蛙变王子这个事情呢，是可以实现的。是的，这是达尔文进化论。再说透彻的吧，它其实是变成一点什么东西？教义。对，说白了也是一种信仰。嗯，是的。他们能跟信仰它有什么区别吗？也，他也是自己想象出来一套东西，人类，对吧？因为他解决三个问题嘛：人从哪里来，去往哪里去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对吧？我是谁呀？对不对？嗯，我是一只猴子，我死了之后呢，我就化成一堆白骨，归回了尘土当中，一了百了了。对不对？一了百了，高级动物，对不对？我爸就是一个什么，很坚决相信什么达尔文进化论教义的一个。对吧？说白了，其实他们也是一种谁信达尔文进化论，其实也是一种信徒。嗯，他你说他不是信徒，达尔文就是他们什么？就是他们的创始人，嗯，就是他们的本教派创始人。但是呢，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一点的，他会告诉你什么？这是科学。嗯，这是科学。他会告诉你是教义，这是教义和科学。那么谁去思考？谁去思考？老师在，比如说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上学，老师告诉你，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迷信，啊，那么青蛙变王子是真事儿，猴子变人类，科学，这是科学。那么这是科学的话，为什么我没有一只猴子变成人类了？你看这猴子变哇，这不经历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没有一只猴子变成人类了？对吧？你培养它呀，对，你培养猴子该培养，你给我发个信息呀。你给我交流啊，那你不是智商高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他们一解这种就不他们又开始画出来了，是吗？我们现在科学它达不到那种认知水平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是猴子来的画术，他们也是一种画术的教育。我们奥秘，我你看传统教派里面都是什么奥秘的事情，当属于妖话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呢，科学界里面这样说什么？我们的这个科学水平还不足够，但是奥秘的事情呢，以后科学会解释。我们现在达不到那个领域。那么奥秘的事情，科学以后会解释的吗？奥秘是有当属耶和华的。你说他不懂吧，他总是要套这东西。那么死，就是死循环，这是。嗯。你说出来这句话是什么？你永远不就告诉你什么？哎，别想答案了，你永远不知道答案。嗯。对呀，奥秘的事情当属以后科学会解答的，奥秘的事情当属耶和华都不知道。所以说，当你的孩子入学第一天的时候，一直在这学习，他其实他是在学科学呢，他学教义。教义。他学教育。为什么你的孩子都上了无神论学校之后呢？他其实就是什么？跟撒祖呗。你说去一直这样学十年，你说你要再来寻找到神，你再来去，你再成为有神论，那，你变成有神论都很难，因为你要什么？你要跳出，
达尔文进化论的教义，然后再信有神论，你还想跳一会儿，对不对？很少人知道，其实达尔文就是什么进化论的创始人，他是他的创始人，就是他是这个本教派的，他其实是一种宗教的一个领袖，达尔文是宗教的领袖，这个人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他是宗教领袖。他是个信什么的？信什么呢？进化论，他就进化论，他就进化论了。对进化论教，他信什么呢？他信我人类就是猴子来了。他信什么？那这我就对他信了。就中国人就这么坚持相信，外国人家不信。啊？这是犹太人那玩意儿。嗯，好，当然了，是个犹太人，外光。嗯。所以说，那么请问一下，当一个人相信这个啊，他也不信鬼，你看没有？他也不信鬼神，对不对？嗯。他就信他是个动物。那么请问一下，那么这是不是魔鬼的战略？是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你不信鬼神，你是个无神论，不代表你不被魔鬼所辖制。其实这个教义，就是魔鬼用什么？就是用思想，知道吗？魔鬼辖制住你。用某种思想，用某种这个你的某种你相信的一种事儿，你相信的某种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魔鬼，他用什么东西？用事儿和教义，让你相信一个东西，你相信就是教义，能不能理解？就是人是有罪啊，那个是因为我们的人性败坏，对吧？这是罪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的黑暗势力和他的魔鬼的手段。不单单是他罪的问题，他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他会用一种教义，他用一种手段，他用他那种事呢，把你捆绑的死死的，你出不来，你就被捆绑，你只会被捆绑，你怎么出来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从黑暗权势下拯救他们？对不对？我们是从黑暗权势下拯救他们。因为一个人都。被某种教义，被某种思想教义和某种事所捆绑起来了。你就想一想，你就想了。当你把孩子其实送到学校的时候，你就想了，其实你就送到了一种某种教义里面，他不断的被那个教义熏陶，不断的学习他的教义。这个是我们是什么？为什么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对吧？让我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他其实干什么？针对耶稣这句话，你可以用到任何地方。你要防备所有创始人某种思想创始人的一种教义，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对不对？不单单是有神论的，不单单是有神论的。也有无神论的教，你不防啊，你这个就不防了，对吧？那无神论的这个教都不是教义，没有神，没有世界上没有神，是不是一种教义？其实也是一种教义，是啊，对吧？所以但是呢，很基本上我们无法识别这个问题，是我们这种缺乏这种识别能力。无神论其实一种教义，告诉你世界上没有神，一直灌输你的孩子进去那天一直灌输无神，没有神。大二教人是动物，其实也是一种教育，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防备各种各样的教义。看到没有？这个是针对于这个达尔文进化论了，就是。然后呢，还魔鬼还有什么手段？又利用宗教。对，这个光明天使啊，就是说他也是光明天使，他要搞出虚假的嘛。人喜欢干什么？人喜欢自己的什么行善积德，对吧？人喜欢做好事啊，什么行善？你怎么谁会认为行善积德这个事情是个不好的事情？没有，对吧？那么人家都说，你有信仰挺好的，你这个人挺好的。对吧？你看他们这样定义你，你有信仰挺好的，你这个人挺好的，对吧？好人好事嘛，那宗教干什么？他们更多是创造出这么多好人、好事儿，
好人，对吧？对吧？他要给你创造出创造一种外在的一种什么？挺好了，外在挺好了，就在生产积德。但那么你说这个魔鬼的战略，你说它可怕之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它也是什么？删减第一条。嗯，对。唯独耶和华神，但这个事儿不能让你触及到，对不对？唯独耶和华神，唯独耶和华神的信仰，它是不能让你触及到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所有宗教都会告诉你什么？要做好人好事。昨天李宝，你还问我，那么信就有，那不信就没有。那么人家各大宗教里面好像也能触及个魔鬼呀，对吧？也能触及什么行善积德呀？那人家也能触及到，对不对？嗯。轮回啊，那么人家能触及到，那有什么区别吗？对吧？这是刚才李宝牛问我的问题。那么有什么区别呀？那么人家能触及到神迹能啊，对吧？弄叫个鬼啊，叫个魂啊，对吧？也去行善积德，那么跟咱有什么区别啊？区别在哪里？有什么区别？啊，还能触及到，对吧？你们觉得有什么区别啊？都能触及到啊，该有的事儿都有啊，行善积德，温柔啊，体贴啊，不打人啊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说你是什么区别？对吧？然后呢，你想嘛，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呢，都是拜偶像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摩西说了一句话，这样的话，众神当中，哪有像你这一神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吧？宗教很多，摩西说行。你说神也很多，对不对？神很多，那么好，宗教多不多？我们要选神这个事情，对吧？那么你是不是还要选一个神啊？宗教很多，对吧？它有相似性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在点在这里，你是不是要选择你要拜哪儿神？是的，众神当中哪有像你一样耶和华神一样神啊？嗯，哪有像一万军耶和华神？嗯，那你可以拜菩萨也好，你拜那个宙斯也罢，啊，那么又怎么样呢？我们还是要干什么？还要干什么？斗一斗呗，对不对？我信神，这个上战役咱还是要斗的。对，你信你的神，那我信我的神，咱两个不是要斗斗吗？斗斗法，斗斗什么东西？叫斗斗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嗯，咱区分在这里。区别在这里，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宗教信仰都有他的神，没问题。但是呢，哪一个神才是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？哪一个神是什么真就是说真正的一位神？区别在这里，区别就在这里。你要选择一个神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嗯。所以说，魔鬼撒旦。那么到这个领域的时候，开始什么？有这些被鬼附着，对不对？给我们看到什么？黑暗权势下，对吧？你不管是达尔文进化论，也是黑暗权势下；你不管是各大宗教，也是黑暗权势下。是的，好像都在黑暗权势，都在什么？把你捆绑起来。就是魔鬼的战略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包括这各大宗教的问题，包括什么？基督教。各大教派的问题。嗯。对不对？对吧？好多耶稣。对不对？那么你不是也是一样的吧？各大教派也是什么，给你知道说你所有的这种耶稣，对吧？那么你还是要选择一位耶稣。那么你也得那么怎么在基督教各大教派里面这么这样想，对不对？那么你送耶稣的名字，我也送耶稣的名字；你读圣经，我也读圣经。那么对不对？那么咱有区别吗？那么你给买一本圣经，我也给买一本圣经。是不是我们都可以买圣经，是吧？嗯，咱都读圣经，你送耶稣名字，我也送耶稣名字；你读经，我也读经；你赞美，我也可以赞美，嗯、对吧？你行善积德，我也行善积德。是的。那么能有什么区别？那么有什么区别？只是区别在于什么？解答性能不一样而已。是的。解答性能不一样，福音信仰不一样，信的耶稣也不一样，对吧？你还是要选择哪一个耶稣？你还是要去哪一个耶稣？是啊。所以说，你看没有？通过这个无神论也好，宗教各大宗教也好，基督教各大教派也好，你总是什么？你发现一个点什么？你不管什么样，你
你如果没把这个怎么说呢，就说在无神论上各大宗教各大教派里面，你发现没有什么是钥匙的问题，一个人被捆绑起来了，对吧，一个人被捆绑起来了，一个像牢在一样被捆绑，对不对，然后呢你想办法怎么能把它给拯救出来，是不是，对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把一个在监牢里面的被捆绑起来的人给拯救出来，是的，从撒旦的权势下，从撒旦的权势下抢夺灵魂，帮青蛙去再读一遍，因为上面可以听，对吧？为了开启他们的眼睛，所以说有什么意思？你不管是无神论了，各大宗教了，各大教派了，其实他们都是什么？其实他们什么？都是瞎眼，对，对吧？他们都是瞎眼，他们都是瞎眼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们还是什么？都属于黑暗的人。那为了开启他们眼睛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为了开启他们眼睛？我说对不对？为了开启他们眼睛，说明什么？你如果是无神论也好，是各大宗教也好，各大教派也好，你就是个瞎眼人。对，瞎眼人。为了开启他们眼睛，对吗？使他们从黑暗扑向光明当中，你是这三个里面的，你就属于黑暗，对吧？从撒旦的权势下扑向神，说明什么？属撒旦。是的，不管是无神论也好，各大宗教也好，各大教派也好，你属撒旦。嗯，这个经文句子你看没有？一下子全部概括了。你就是你现在的状态就是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使他们信着我，罪得赦免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在这三里面，你就是你罪了。罪没解决，是对吧？你没有悔改罪，你悔改啥罪了？你这三个罪悔改了？是的。你罪呢？你罪什么悔改了？那么，并且与那些被分别为圣的人得着基业。对吧？然后再还有一处经文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十章三十八节这样讲，就是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立拿撒勒人耶稣，他走遍各地方行善，使那受魔鬼压制的人得治愈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对吧？针对这个画面而言，你看没有发现没有？一个人是瞎眼。捆绑属撒旦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无神论的，或是各大宗教的，或是各大教派的，对吧？我们是要从这个方面把他们给救出来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已经很客观的分析到什么？分析了一个人怎么被捆绑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那么我们现在下一步开始想什么？如何救？对，如何释放他，对吧？如何释放这个人就很重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们就知道了如何从黑暗自由释放。因为我写了一本书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写了一本书，就是那本书是关于什么？从黑暗捆绑的自由释放，对，对不对？那本书的要义，那本书的这个核心，那本书核心啊，我今天很缩短那本书，就这核心是吧？我先告诉你，你怎么被捆绑。对吧？咱先把这个牢狱，先把这个监狱的事儿搞明白了。为什么这个人在黑暗里面？为什么人是就为什么这个人在监狱里面？他怎么个被监狱法？他怎么进去了？他怎么被捆绑起来了？被谁捆绑？怎么个被捆绑法？有没有问题？先提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？就说一个人被捆绑了，不管这个人什么是被鬼附呢，还是不被鬼附，其实他都是被捆绑，是的，对吧？咱不能这样讲说，被鬼附的人是被捆绑的人，不被鬼附的人不是被捆绑的人，不对，是吧？先把这个给弄清楚了，因为昨天也是这个李宝宁姊妹提出了问题啊，我是被鬼附的，那么那些不被鬼附的人挺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只是看到了一个什么面？看到了他是被鬼附的一个人，他是被好像很直接攻击，但是他忽略了一点什么？你被鬼附也是被捆绑，那么人家就不被捆绑吗？不是，三十六计，对吧？魔鬼的战略，那么人家可以别的战略，对吧？人家鬼附你是个战略，对吧？鬼附你是个战略，人家控制你大脑也是个战略，对吧？教义，人家的教义也是一种战略，这是魔鬼的战略。他不管是鬼附你也好，给你印上受的印记，鬼附你也好，还你还是被教义掳走也好，
其实什么，你总会言之都要下地狱的。嗯，对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就是让你下地狱。不管你是通灵的人，不管是你能通上灵的人啊，还是不通灵的人，都被骗了，都被掳走了。能明白吗？你别认为只是被鬼附的人被掳走，不是吧？只是说他的战略是很多点的，他的战略意义是很多点的，对吧？其实都是被掳的人，都在黑暗权势下，不管你是无神论的，还是各大宗教的，还是各大教派的，你其实已经被掳走了，对不对？教义上的掳走是我们经常是忽略的，嗯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能谈到就是说，这我们也可以客观的分析到一个人怎么在黑暗权势下，怎么是瞎眼的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就要干什么？要帮助他们干什么？开启他们的眼睛，对吧？开启他们眼睛，对吧？怎么样帮助他们从牢狱里面给走出来，是吧？怎么把拯救他们走出来，开启他们的眼睛，是吧？瞎眼的，对吧？耶稣也说嘛，瞎眼要看见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他在这里说的这种不过瞎眼，那就到底用上了，就用上了，就是瞎眼就不要看见，被酋长要出监嘛，对吧？从撒旦的权势下嘛，黑暗权势下要拯救出来，罪呢，他要得赦免罪。你发现没有？这个也是什么一气呵成？是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主一气呵成的，能理解吧？其实你让你的眼睛看见，其实就是他其实懂句号。把你眼睛让你看见，就等于什么罪得赦免，等于什么被囚者出监牢，对吧？等于什么？等于什么？从撒旦魔鬼下拯救出来，是的，对吧？对，他们是一起的，对吧？好，我问你们，怎么能让这个人彻底的自由释放？请说。真理是这把钥匙。对，这里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具体，你觉得这个人他必须有什么？对，圣灵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你想让一个人的自由释放，他必须里面有圣灵。因为什么？只有什么能解决问题？只有圣灵可以开启一个人的眼睛，是吧？圣灵开启人眼睛，圣灵，对吧？只有圣灵可以让他从这个黑暗的这个监牢里边给走向光明，对吧？黑暗里面走向光明，只有圣灵可以。只有圣灵可以干什么？赦免人的罪，只有圣灵。那我们能赦免谁的罪呀？对吧？只有圣灵可以赦免人的罪，因为圣灵是谁呀？是神，对吧？对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圣灵来了，为罪为义为审判，对吧？圣灵是可以做的，圣灵可以让瞎眼看见，圣灵可以让这个。从黑暗里面走向光明，圣灵可以让被囚者得释放，圣灵可以从撒旦魔鬼权势下走向神，走向神，只有圣灵可以。有没有问题？这个逻辑没有啊？只有圣灵吗？好，所以说我们要好，现在一个问题来了，谁能赐给他圣灵？神能赐给圣灵，对吧？我们能做什么呢？不是我们要做什么？把真理告诉他，对吧？我们要帮助他什么？要明白真理，帮助他干什么？告诉他怎样圣灵重生。是的，是的，对吧？从黑暗的自由释放，这个思路好像我们作为这个医生，好像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到位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目的，那么最终是否这个人能得圣灵这个事儿，这是神的事儿啊。对吧？是否能得圣灵这个事儿，这是神的事情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你看西门，法术是西门，对不对？腓力也传福音了，他也信了耶稣的福音，对不对？他也信了，他也受洗了吧？虽然受洗吧，但是没有圣灵。你明白吗？是耶和华神洞察人心，是耶和华神洞察一个人心的。那么他不给你圣灵，那么谁对不对？是吧？他不给你圣灵，那么我为什么？是吧？圣灵是神所赐给的，对不对？是神认可这个人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有什么好东西呢？就是什么？就是天国的钥匙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说，那么耶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，但不是说把圣灵的钥匙给你，对不对？圣灵是神给的，对不对？圣灵是神，但是他可以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，对不对？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呀？
解答经文，对不对？如何，对吧？如何圣灵重生的标准和方法？是的。我们能把这一个准确无误的这个，只要我们能把这个钥匙，把这把钥匙搞明白了，搞清晰了，准确无误了，怎样圣灵重生，怎样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的这个职责，把这个东西告诉他了，他又愿意的话，是吧？他又按照这个标准去做的话，是不是？是吧？水的洗礼，一个杰文伊丽莎也太多了，是吧？水的洗礼是干什么？是你有这个意愿，对不对？火的洗礼是干什么？火的洗礼呢，就是什么？身份认可。身份认可就是什么？我们只能把这个标准，怎么样圣灵重生的标准，这种方法，因信称义方法，我可以很客观的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愿意按照耶稣基督，是吧？耶稣说什么？凡是爱我的人，遵循我的旨意，爱我的人呢，我也赐给他保惠师圣灵，对不对？那这耶稣的标准不是我们的标准，对吧？这样的话你就区分了什么？跟各大教派里面的圣灵重生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给人承诺是什么啊？你来到我的教派，相当于天上与地神。你看他们这把钥匙就有问题了，你看没有？这个钥匙是很关键的，对不对？一个人被捆绑起来，我们知道只有圣灵可以做了工，这个天国的钥匙就非常关键。你不能错误的拿什么一个钥匙开门，对不对？开不了门，你就胡乱重复啊！都问你天上是不是有一位神啊？名字是不是叫耶稣啊？你承不承认以前做过错事啊？你承认就好啊！承认你就赶快信而受洗吧！啊，然后重复你什么？重复你圣灵成功了？对，你这把钥匙都是错的，是假的。神的，你没给你的钥匙，你都不懂，你没这把钥匙，你就重复上了。那么你没钥匙，你又重落上了。这么这个人，你说，哎，这个人其实还在监狱里面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给装好像给他那个什么错误这个大蛋糕一样，对吧？错误大蛋糕来了，你已经圣灵重生了。其实呢，他还在黑暗里，还蒙在鼓里呢。然后呢，他自我欺骗啊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出监牢了，我已经看见了，对吧？都骗，这是。他还在监牢里面，他就说我看见了；还在监牢里面，他说我的罪被赦免了；还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我已经在撒旦魔鬼的权力下了。”其实什么？这是最大的谎言，最大的骗局。可怕！这个骗局很厉害的。对，太可怕了，对不对？他关键是他在监狱里面，他有认他自我他自己想象，认为他自己已经出监牢了。所以说，天天跟别人讲，啊，我已经是个艺人了，对吧？天天就是讲，我先自己认为已经得救了，然后呢还干什么？他明明他自己是被捆绑起来的人了，耶稣说了句“瞎眼”那种瞎眼人，他肯定给别人穿福音上穿。是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就是说他自己没有出监牢，他自己是个囚犯。他给别人传，他还是个囚犯。对，囚犯能拯救囚犯吗？不能。囚犯能拯救囚犯吗？对不对？不能拯救的。所以说耶稣说嘛，瞎眼代表瞎眼，两个人掉到坑里面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明白了吧？明白。对吧？你反过来讲，你把天国的钥匙、耶稣的标准、圣灵成圣方法、圣灵成圣客观方法告诉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如果这个人又愿意算什么？愿意接受这个福音，对不对？又愿意这种真正的爱神的话，对不对？神知道他的内心，如果他真的达到神认可的标准的话，那么神会赐给圣灵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个人如果有圣灵重生以后呢，还会有很多的外显的凭据、生命力啊，或怎么样都不一样。是的，是的。看到了一个画面没有？我们怎么样？就是说，我们传福音，对吧？我们传福音，很重要、很重点的时候，我们先确认，谁被掳了，谁被掳走了，对不对？你都不知道谁被掳走了，不知道是在黑暗捆绑里面，你拯救什么样？其实你发现没有，全被掳了。对，就是什么意思？没有圣灵重生的人呢，没有跟神真正有关系的人呢，都是被掳走的人。是的，没有圣灵的都是，对吧？嗯，都是被掳走的人。嗯，你是不是？他都是你被侮辱，嗯，很现实，这个很现实。如果不去自救，不去赶快去想想办法的话，那么谁，那么对吧？
这个问题会牵扯到不同环境，对不对？那咱可以去干这个工作，可以很我们很愿意帮助这个人走出来，但这个人不愿意走出来很难。嗯。啊，就是被掳走的人呢，最害怕什么？你拿了一把钥匙啊，你过去拿了一把钥匙，你要拿了钥匙说给他开门，开这个门啊，这个人说不要开门啊，拒绝，不要开门，我不要开门，别开我的门，你有用吗？你求别人，你说他不出来，我来帮帮你吧。别人开门，我很好，很好。你吧，他认为他是什么状态？他认为他自己很好，不需要被救。哎，对，那人家就是他，人家都挺不错的，对不对？人家说我需要开这门干什么？对吧？对不对？对，其实自我欺骗的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你说东哥，你进去，你进去。东哥进来，对吧？什么？东哥边上出来，说：“哎，东哥，出来，出来！哎，东哥。”然后东哥，你别去往上顶，东哥，你往上顶，对吧？你往上顶，我开门，我尝试开门，你往上顶，对不对？我往上顶这个门的话，我往上顶，我操，再在那顶，不愿意出来，我跟他两个在这顶那儿，对不对？还是对不对？是。所以黑暗在黑暗释放里面很重要一个什么？就是他也愿意，我愿意开门，我谢谢你啊，谢谢，哎，一块把门打开，对不对？你刚才给我顶呢，你我对吧？我想帮助你了，拒绝，他愿意呼救是吧？对不对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知道，就是说，为什么说有的人被搭救出来，有的人蹦被搭救出来，就是他就是，对，有病的人需要医生，对吧？是的，好不好理解？好理解，对吧？咱不很好，人家都说了，不太需要你去给他开个门，人家不愿意。你就拿我发火，你干嘛要打扰我？对吧？在爱情里吗？对呀、啊，过日子好好的，干什么你还来拯救我，对不对？对，嗯、揍你信不信？所以人家不愿意。这是个真事儿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心与心的问题，你看没有？心与心的问题都很重要，心打开才行。心不打开了呀！我跟你讲，你心不打开，你就耶稣基督在敲门，耶稣在叩门，耶稣亲自来敲门，哎，出来吧，我来救你了。哎，不出去了。耶稣来叩门都不打开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这个耶稣在说，我来叩门，你们开门吗？来敲门，叭敲门，不叩门，多形象。是的，耶稣在门外敲门，你的心不打开，谁能耶稣也救不了你这样的人。你的心，当你的心封死的时候呢，谁敲这个门都没有用，只有你把你心中的那扇门不打开，只有把心中的那扇门打开，才能让耶稣进到你心里面去。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在黑暗捆绑当中。对，需要，很需要，是的，对吧？嗯，形象吗？形象，形象吗？对吧？心的这扇门是非常重要的，只有你能打开你的心的这扇门能打开的话，来有一些耶稣的到来，那个什么，光照在里面的时候，让光干什么？迎接这个光，对不对？对，迎接。拥抱这个拥这光来的时候呢，然后那黑暗就要大黑，对吧？黑暗，那么光来的时候呢，这光到的时候，就黑暗就开始，对吧？就开始往下擦，你像光就被洁净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对？被洁净了，越来越，哎，对吧？越来越，哎，这个人就是散尽了。对不对？是的。你只有这个人向光，他心向光的时候，他会被什么道，被什么话语，他会被什么话语不断被洁净，一旦被洁净，直到他的心和他的眼睛能看见耶稣，这样的话，他是不是跟耶稣面对面了？是的，没有隔阂了。还有隔阂吗？没有了。对不对？还有隔阂吗？对不对？对，还有隔阂，对吧？他就不会有隔阂。凡是有隔阂的人呢，全都是被掳走的人。凡是有隔阂的人被掳走的人，只有什么被洁净之后呢，圣灵作为保惠师，哎，
这就是什么神与你们同在，你是被这样的话，你就活在光当中，这样的话你就活在光当中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的眼睛是打开了，眼睛打开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又不在黑暗权势下，是你这个时候，你说你是什么？你是属基督，这个时候你才会属基督，对不对？圣灵是我们基业，圣灵是我们基业，在光里面与神同在，啊，神的儿女，这才叫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。这样的思路清晰，我如果讲不清晰的地方，你要问我。唯有我只是给你展现怎么能帮助一个人从黑暗得到自由释放，因为我们学完四福音，对不对？嗯。学完四福音之后，你发现我们还亲自来实践，是吧？这四个案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四个案例？是的。那么四个案例呢？我们怎么样外告诉外分享？今天外分享了，怎么样能帮助他们走出来，对不对？怎么样帮助他们从黑暗当中走出来？是的。对不对？嗯。对吧？其实呢，他们肯定是有。他们肯定有被枷锁的地方，被卡住，那肯定被卡住的地方，错误认知啊，对吧？自以为力啊，错误认知啊，心不敞开啊，嗯，是不是？说过来说过去呢，那我们怎么样能帮助他们？比如说和克里一样，对吧？我们就帮助他从心打开或者心扉，对吧？你心先敞开，对不对？你的心不敞开的话，我们怎么样能让你向光呢？你只有光来的时候。你愿意什么让我光，对吧？照射在自己的心里面，对吧？对焦上这个光，对焦上它，不要去堵这个光，别光来住呢。哎，你躲吧，对吧？你躲，对吧？你最后躲最后看不见了，你躲了就看不见了，对不对？你躲对吧？躲起来的话，这个光是照不到你，对，你别躲。对不对？打起来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是干什么？我们是来帮助一个人从黑暗权势下得到自由释放。我们希望帮助这个人干什么？得到拯救，对不对？嗯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这一定要打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定什么？一定不要躲这个光。躲开这个光的话，你只能在黑暗权势下隐藏着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吧？不要躲光。要不然的话，你真的是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就是光？真的变，真的是变，就变成这句话了。对，光照在黑暗里面，黑暗那个小虫子没说了吧？鱼群就虫子，在一个大石头下，是家伙，石头一搬走了，光一照，啊，我操，就撒了就跑，太形象了。这就像老家的农村那种晒麦子。你们住的这个经验，老人肯定这麦子招虫了，对吧？嗯，哗一下倒到太阳底下，嗯，一会儿就跑完了。啊，对，哎，是吧？它往黑暗的地方跑，为什么不往光的地方跑？对啊，怕我。有的被晒死了，有的蛀虫了，是虫。对啊，你倒下去就全光火啊，到处。对。所以说，你越向光啊，就是你的心思意念，包括你愿意接触这个光啊，其实很快会被洁净了。就是你的心越向光越快，洁净速度越快。对，真的是这个神，就是说你心打开一点点儿啊，那个神的爱呀，神的爱，神的这种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，天使赶快来动工，真的，你的心打开一点点，天使都赶快来，赶快来动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个水啊，这个麦子如果外边有土啊，在水里边淘一淘可以。但是里边这个虫子，它上里边去了，光一来，跑了，从里边光剩个麦子壳，它就跑出来，对吧？它不可能在里边藏着，藏不住。一晒的时候，比如这个麦子，我有那个游泳证，你看这招虫了没有？一捆麦子一看，成罐儿了，光成皮儿，里边没肉了。但是那个虫子你要洗的话，它跑不出来。你要是一晒。赶紧折了个麦子，才跑的剩个壳儿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这人因为他自己就说里边有东西了，接受这个光，展开自己，接受这个光的话，我反过来说，我遮了个伞，你晒也白晒，
趁势吧。晒的呗，你不晒的，你还往这跑呢，是吧？那是我们的例子，对吧？对。所以啊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对付鬼的同时呢，其实更多是对付人。嗯，对不对？你们看没看我祷告的时候，是吧？你比如说李宝宁的很明显的案例，是吧？对付他里边的魔鬼的话，对吧？是没有，是吧？但对于他的人的话，祷告就是嘛，开启他的内心，多快速！你们发现那天很快，对不对？对。他的思想，他的意念里边充满了什么？黑暗。是的。啊，你们在这祷告来烦我。那么对不对？那么人家祷告，对吧？像小艾哥，对吧？因为错误的什么？错误的心思意念，对，是人心嘛，对不对？你错误心的人家都在害你，对不对？都在害你的话，那么啊，像那个黄姊妹一样，啊，赖上了，就是以利亚告诉我圣灵重生，以前我还挺平安的，你告诉我圣灵重生之后，我不得平安。听了我这讲到这，不得平安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一次呢，祷告了吧，被鬼附了吧？就你们就你看沙白亚以利亚，那如果不遇到他们的话，那不就没事儿？不就没事是吧？先赖上你。这就是那不愿意开门，一来开门打你。他这更狠，他赖上你。如果我不遇到你的话，我能被鬼附？我过得挺好的。对不对？那么人家就不太开心嘛，人家。对不对？所以说你知道这个，这就是人心，你知道吗？嗯。这就是人内心，可能他心里面产生错误的话，那个这个黑暗呢，是何等大，何等大。所以说，在赶鬼过程当中呢，更多是什么？先纠正人心，先是纠正人，先把人的心思一点搞明白，搞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那天我在祷告，我说神，先医治他里面的黑暗伤口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对吧？先求神的爱，先怜悯他黑暗伤口，先让他感受到神的爱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先让一个人的心先软化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瞬间神的爱过去之后呢，对不对？那也是心思意念什么迅速压上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爱我，给我祷告，对吧？先你就说，先把他的心思意念先，咱不说别的，先抢夺他的心思意念吧，是吧？心思意念给你留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赶鬼的话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跟神同工，跟光同工，对不对？跟光同工就不能跟黑暗同工，就是不能允许这种黑暗，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被释放，被从黑暗里面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什么拒绝黑暗，你要拒绝黑暗嘛，你不能被黑暗所辖制，你知道吗？拒绝黑暗。所以说像李宝宁姊妹说，他会不断的被洁净，是个过程，对，是个过程。有的人快，有的人慢，他都是人心，对吧？快与慢都取决你的心的速度，对不对？有的人真的能叫出来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你来医治我吧，那人家的那心就很纯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快，人家心不会说耶稣啊，你别来呀，你来了你要把我害了，他不会这样想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，我们其实都是在对付自己的心，对吧？对付我们自己的心。但是呢，你发现啊，通过七月份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，你会看李宝宁，是吧？他的身体状态，他其实脸，我不知道你注意到，他脸其实发，他的脸发生剧变。对，对，那是黑暗。他脸是发生剧变，对，他脸是发生剧变。那个黑现在不太那么明显，黑也他的脸发生，就是有什么？有开始好像柔，就是心里面开始柔和下来，心里面开始如何谦卑一点，心里就不像刚开始的时候又迷糊又觉得。谁都对不起他呀，黑暗啊，总是因为他的思想，对不对？他总是活在那种黑暗里面，所以说一直散发出了一种什么阴森森黑暗气息。他散发出气息，当他向光的时候，他脸色，他一切对吧，都会什么，对吧？都为了恢复，为了恢复的一个人，为了恢复能看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他能看出来，包括昨天李宝莹姊妹在我家里。沙白啊，我也跟沙白也是一直给他做心理上，他被在哪上被卡住了，对，是一个结儿，一个结儿，一个结儿，一个结儿被打开了。所以说你们服侍人的时候啊，也是如此，
对吧？你不要求快，没有那么快事儿。那么人心，人心就能被你几句话，他就开了？不是的，因为人心的那纠结点真的是很复杂，很多点，你还要说对话，你还别说错话，是不是？解开那个心的时候呢，为什么这个就是真的是你对于你要解开一个人心啊，真的是你对真理的熟悉度，然后呢，包括你你的辅导的这个能力，说的话呀都必须很正确，要不然的话你是不会帮助一个人，反而干什么？反而变成了批评、指责、论断，把这个人给害了。一句正确真理的话呢，会拯救一个人灵魂，但一句错误的话呢，一句错误的这个点拨儿，点错了拨儿，你会把一个人深深的什么又插了一刀。是的，昨天我很得示范，我是真的是在教育里面在卡住很多的点。师母呢，他就细细的做到点子里面去，因为我真的不懂得怎么去那个方法，给我方法，对，好难得，我们有哪个的这样服侍过我这样的，没有谁能这样服侍的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你们在平日的过程当中啊。不要随随便便的评价一个人，指点一个人或点拨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你可能还没有到达那种地步。把人家卡死。对对，因为在属灵的家里面的话，你必须对于所有的教义很熟悉的，对于各大教派的教义很熟悉，然后对于真理又是很熟悉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判断出他哪个点被卡住了，针对这个点。如果点点的话，可以解开它，解开心结。你如果你没有，你自己每个教派的教义都搞不清楚，你怎么去点？你怎么知道他是爱修的人，或者他就是哪个教派？到底哪他的教义到底哪里出现错误？你研究过吗？而且我是很多的教义里面出来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刚刚说的教义，对不对？你都没有研究过各大教派教义，你自己都不熟悉，你怎么能找相对对应钥匙来解开这个？不知道问题肯定对不对？你自己都很模糊，你都不知道对方卡在哪里。你说一个事儿，你都没法正确的回答对方，你都不知道的东西，你怎么去对付？我说辅导一个人呢，不是说我们想象那么简单，过去说跟聊随便聊聊天，你就认为你就能把这个对方的问题解决掉。你对方的问题都搞不清楚，所以说什么呢？是我们这帮人呢，现在正在学习当中。就是说，你不花时间和精力，我今天跟地产男说一件什么事情，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你说我们在中国，就是说考试是极其难的，其实，就是山东考试啊，这个淘汰率是很高的，淘汰率你知道吗？什么样的人考上大学，都是什么样的人，都是从早上五点起床。晚上12点睡觉，日日夜是每一天都要这样努力的学习，这样的有机会考大学。那么你想想，在上学就是这样啊，你以为走天路历程就这么简单，能认识一个事儿，这么简单。你不花时间坐下来去把这个东西搞明白了，就是花时间和精力了，明白吗？就是说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那种，你现在还没有投入8000个小时，日日夜夜的去把这个经文每一句经文搞明白吸收了，你还没有投入，你就说白了，你连实习生咋达不到？人家日日夜夜的装备好之后。才去做实习生，你知道医学院吗？医学院什么？10年的寒窗苦读，只是学一个理论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再到医院里面，再做一些什么，再开始实习。没有像我们这么简单。你想把一个人从黑暗捆绑到自由释放，你认为说几句话，你说你能，当你用一拿刀的时候。
当你用了个刀给人做手术的时候，你确定你能做好手术吗？你能确定给人做了手术你能确定做好吗？对不对？人家好，人家给你放出来，任你割，你能割对吗？对吧？做就像做个心脏手术一样，就好像做个心脏手术，你确定你能把人的心脏，先把这个肚子，先给割开，然后呢，把心脏弄出来，然后开始割，开始缝针，这个心脏上缝针，你觉得你能做到吗？对不对？你不要再说有的时候呢，就是说，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说带有很多的自傲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，就是什么？你想当个医生，或者你想当个老师，你这个时间精力你又不愿意去靠。我以为啥也说，那么天天在家睡大觉，天天也不努力，你就考大学嘛，又饿又懒，批着写个作业别人写，作业别人写，考试也不预备，手术都不预备，但是呢，做手术呢，冲墙呢。又愿意上去吗？冲个墙，对不对？也别落下我，对吧？给人做手术了啊，别落下我，也有我的荣耀，对不对？那么有些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说了很多次了，但是你必须要闹明白，就是什么？帮一个人，帮助一个人走从黑暗走向光明这个道路上的时候。我们不要做他的绊脚石，对吧？你别做人家绊脚石，对吧？你如果真的，因为提摩太书信已经说很清楚了，如果你真的想当管理，对不对？你先把你要先努力，对不对？你先把你的事儿给做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你真的想当一个医生，真的想做一名老师，真的想什么来帮助别人的话，那么是不是你就要先什么？你先把这个努力先下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我又不努力，我就想秃个脸儿，我还想当个医生，我还想给别人做个心脏手术，你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可能被你治死了，你都不知道，被你几句话说死了，你都不知道对方怎么死了，对吧？因为你都没有做过手术，你就拿了个那什么。杀猪的刀，来一刀，对吧？杀猪刀，都是刀，对吧？你用一用。所以说，你发现有很多的点不是那么多，尤其是什么？一个人被黑暗所笼罩，教义是很厉害的。一个人的教义，你看伊丽莎来我家里面，对吧？就是什么？我是真的是什么？一步一步的问他在哪个地方被卡？先对他的教派，我不了解，我如果不了解他教派的话，我也不能给他讲什么东西。都是什么？都是从他的信仰上，一个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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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一个，开一个，再开一个。他是花时间的，你想一下几句话能把他以前的教义全给打开，那不可能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如果单单是个罪的话，这样还很好解决，你知道吗？最最难解决的是什么？清理垃圾就是。这个是最难了。你罪，你以前犯过什么罪？你比如说以前吐过东西，神啊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做的事儿。这很简单，因为你犯了什么罪，这个很难识别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教义这里面已经，里面有些东西，那刀子都在你身上里面，这刀子这些箭啊，被敌人射的箭都已经。百川孔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又被百川孔了，被百川孔的话，你就是说白了，作为一个医生，一根一根的，还小心翼翼，别拔疼了，一根一根的呢，拔出一根，舒服许多了，然后带着什么，第二根，又好像又舒服了，再来拔一根，好多呢。你要拔剑，你知道吗？一根，你从人的一个人的。这个人由被身穿白孔了，你要一个一个的，一个一个释放，那花时间了。这个不是说咱一下子去说一句，你能说几句，人家就从那个教义里面出来了。教义已经深深干什么？埋在一个人的心中了。教义是埋在人的心中了，
这是最花时间了。你不单单懂对方这个这把剑，你比如说你被把剑给刺穿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分析这个剑是从哪里来的呀，对不对？这个剑有它有什么毒性，有什么毒性，对不对？这个剑有什么毒性？然后呢，你要在这个时候呢，要拿什么样的刀子来割这个剑？你要割，选择你的刀子，对不对？选择你的手术刀子割这把剑，然后呢，这个毒性，因为还要抹成药水给它止毒，对吧？这个是这样的一把剑。那么还有其他的教义，对吧？然后还有其他教义，你还要分析这一把剑在这插在身上的话是个什么样的一把剑。然后呢，通过用你再选择另外一把手术刀，哎，对付这样的一个吧，你要选择另外一个，然后再给它割，慢慢给它割，然后弄上药水，然后再给拔走。他身上有好多剑，他身上真的好多剑。他不是说你一下子我就明白一个 A 点福音派啊，我就知道这把剑，那多去了。也这个比喻让我想起电影当中，很多的剑不能拔的，不专业的人拔了，设计了以后，有的剑拔个杯掉，还不能硬拔，硬拔死的更快，流血更多。对呀，现在止血了，考虑是生命问题，不能直接造成再次伤害。确实是这东西，哎呦，很难。就像是你顺着他的思路怎么设上这件，还得保持现状的基础上，别造成再次伤害。你再次伤害，或者帮他来伤口更大了。确实是这个，还有这种事。从那个李宝林到我们家，你像早上起来，一直到服侍到晚上十点，对不对？从早到十点，你像花多就是花了多少小时干什么？在拔剑嘛。然后呢，他告诉我哪里痛。告诉我哪里被卡了，卡了一个了，很痛的一个，哪里被卡了想痛啊？哎，这个东西它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对不对？它因为它是想通，你知道吗？它想通。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说，那么到底你不是说他欠债，你到底是还债呢，还是说要好好追求神啊？对不对？那到底是那我还债的时候就不爱神了，你卡了想痛，对不对？你卡了痛，我说你要分清楚这儿，我就说这句话，你没看什么？这个时候有没有中心？我说，这个欠债还钱，还有什么？你为世界而活的话，如果我只是还债是为你而活，你还不还？其实就是为世界而活。但是你什么？你这件事情呢，是为神而去做这个事情了，对吧？你是为神而做的事情，而不是说你去还债去工作就不爱神。因为你是为了神去做的事，因为你欠人家钱，你神不喜悦你，对不对？你是得罪神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说你不要说认为做这件事情就跟这个信仰没关系，好像占据你的时间和精力了，而是你要去想，你是为神去做了这件事情，它就是一个好的，对吧？我说，对呀，对吧？神也喜悦信仰。其实他们两个不，其实追求信仰跟你工作根本本身没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但很多人就被卡了，他觉得好像我是不是有信仰就不能工作？不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你有工作，你可以为神而工作嘛。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工作而工作，那你就是为世界而活。我说为什么？他呢？没法区分，就是说这个神与我们的责任动工啊，其实不矛盾的。对不对？我是举一个例子，有很多点啊，像还有什么，就是说，在一位灵派里面，像灵派预言告诉我们，有些东西呢，你比如说这样东西啊，告诉我们说，带有偶像啊，带有眼睛的像啊，有鬼在里面啊，别动它，家里呀，千万别有这样的东西啊，你这样的话会招鬼，对吧？这个是不是教义？因为他植入告诉他了，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话。他就会招鬼，他信的话，他每天都是活在害怕当中，他每天就看，哎，这个东西没东西，这个东西没东西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他并不知道魔鬼怎么样去攻击人，这个东西怎么做？那么你能证明这边有没有鬼吗？对不对？你能证明这个里面有鬼吗？对不对？但是爱修园灵派就告诉他们，像这样的东西，对吧？不要有，对吧？即有鬼，所以说让他们产生生活当中产生什么惧怕。黑暗，
每天都活在那种害怕，哎呦，那个东西怎么办？那个东西怎么办？你知道吧？所以就被卡了你，所以说又要给他讲，对吧？你应该就是说魔鬼捆绑你，到底怎么捆绑你，对不对？不是这个捆绑你，你要先明白什么是魔鬼，怎么样攻击你的战略什么，他不会用这个东西来，对吧？魔鬼那个什么欺骗你，欺骗你什么？这没有鬼啊，吓唬你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东西的，所以说还要一步一步的去给他讲一些关于属灵上的一些事情。你发现没有？就是每一个人来自于每个教派，他里面教派的教义其实深深的扎住这个人了，扎得很深了。包括一次一次的就面的就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一旦扎进去的话，需要很难，需要花时间去清理的，因为你要扭转过来，对不对？要扭转过来敬畏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发现了没有，一个人的这种问题是很多，不是我们想象的，就是说能坐下来三十分钟，他就会出来。当他已经被植入很多东西的时候，要花时间一个写一个写的，一天三天或一个月都有可能了。然后呢还有不是什么，那个人被释放的人呢，还要配合。对吧？还要配合，他不配合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不就好像郭树心，对吧？我们说神的爱，但他一直质疑神的爱，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他，我们已经找到他的被卡的地方，这样神到底有没有爱？神到底爱不爱我呀？对不对？我们已经可以解开这个问题了，但是他什么？他一直不被解开，也很难。所以这个做手术的过程当中，给人做手术过程当中，对方要配合。然后你还要必须用正确的手术的刀子，然后一个来解决，然后呢，把他的身体都通了，然后呢，才会去对接光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很多，连盒饭里面也是一样。是，你也看到了那个那天，你们都看到了，对吧？他为什么会这么紧张？害怕。对不对？害怕紧张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能帮助他，因为神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抛弃他，神依然怜悯他，对不对？神因为既然能来到，我相信我还是说，你们来到这里学习啊，都是神所蒙爱的，给机会的，对吧？要不然的话，你谁管你？你爱咋地？你被捆绑，你不愿意见光，你随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一定要明白，就是你们来到这里，神都是所蒙爱的，都是给我们机会的，因为呢。那些背地神的人呢，神也不会让他来了。如果我跟你讲，如果耶和华神对何克很愤怒的话，神就说何克，你也别来了。对，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神还是对于何克是有爱的，给他机会，愿意说怜悯，愿意更多。你看都说了嘛，让我跟鬼弟兄来做这种辅导，他说花时间了，这种辅导，对不对？一个小时一个小时，你这些小时你就看不见了，对不对？你别光看我们想，哎呀，何克好像某一天很快乐很喜乐了，但你要知道在后面要有多少个小时，多少分钟，日日夜夜为他做这个辅导才出来了，不是这么就回事。然后呢在做手术的时候还要把这个手术给做对了，小心翼翼的，真的小心翼翼的，都不简单。包括罗老侠姊妹，对不对？也是我们都是一样，也是找到问题，到底在哪里出现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都是通过他的问题呢，小心翼翼的，然后呢，非常严谨性的给他做这个手术，解决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问题不解决，你又想得自由释放吗？不可能，神也不会允许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在既然魔鬼，既然耶和华神用这些事情来压制我们，也是让我们干什么？学习谦卑的功课，对吧？学习是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这么压着，对不对？直接把你释放不好，但是不会，神也不会让落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问题没有解决，神不让这样的那么快得到自由释放，这就是神的爱啊！真的是管教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因为毕竟你，对吧？毕竟每个人，
为什么被鬼附，为什么出现什么原因，自己心里想清楚。以前做了什么样事，对不对？大卫犯淫乱罪和杀人罪，你就说，哎，神啊，大卫祷告主，神啊，对吧？求你不要把这个灾难嫁给我，对吧？孩子该死还要死，对不对？孩子还死了吧？然后呢，亚沙龙他杀了父亲，是不是？你祷告，这个不是说咱不是说祷告不祷告神，而是说耶和华神要对大卫大大的管教，让他敬畏神。是的，那不可能。你说收刀，哎，主啊，你收刀吧，因为耶和华神做事是做事，让你长记性，让你吃下自己的果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都想一件事情快点儿结束，谁不想，对吧？谁不想赶快把这个事儿结束？都想，但是呢，因为自己做的事情呢得罪了神，那么跟神和好呢，你要有重新。神也在这过程当中看什么，看你的是否重新重义的，愿意回转。如果你都不重新重义的话，对吧？如果你都不愿意重新重义的话，谁能帮助你呢？所以说在从黑暗捆绑中到自由释放，其实是什么？是个过程，对吧？真的是一个过程，这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时间段。有的人快一些，有的人慢一些，但是呢，就是说是个时间段。慢的呢，你也不要气馁。传说的话，你不要气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神干什么？来试验你的内心，看你们到底愿不愿意是重新重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看你们是不是重新重义。你都没有重新重义，就像高属性一样无所谓了，对吧？你无所谓的话，谁能帮助你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包括李广宁回去的时候，不要放弃征战，这是赢对你最大的这种建议，对不对？不要放弃征战，时刻征战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因为毕竟当你回去一个人的时候，包括我们所有人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我们回去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么你们不要放弃征战，对不对？你放弃征战的话，你自己都放弃征战了，那么谁能帮助你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不管我们回去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放弃这一段，包括杜静，对不对？是一样，对吧？虽然你身体里面没有被鬼附，但是你也在边缘上，对吧？黑暗的龙卷风一直拉扯你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必须要什么？斩断这个黑暗龙卷风，不要拉扯你，要学会征战了，心思一点要转向，专心一心一意的归向神，一心一意的归向神。所以说在学着四福音的过程当中，包括我们做的这个改口的过程当中，包括我今天分享的怎么让人得释放的过程当中，你知道了，都是一个过程。是的，对，都是一个过程。我也很想咱都赶快，对不对？但是发现什么，在这个过程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。在这个心路里面呢，很多需要解开了，包括罗道墙，你好像很多需要解开了，因为对吧，你在家里认为的东西，你发现过来之后发现什么，都落了空，对不对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实在什么呢？谦卑下来，重新啊来学习，对吧？尤其是被鬼附人呢，也不要去给人指指点点，更没有资格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这一点都认识不到的话，那就很难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在过程当中呢，都要认清楚自己是谁。自己几斤几两，你想帮助别人，请努力去装备，对吧？装备好了，你再帮助别人，别自己，对吧？哼，一瓶不满半瓶晃了，对吧？自己还没搞定了，你还整，你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说的话，你把别人，然后人家很多刀，你又补上一刀，杀一下，对吧？都共惨了，那后面共惨了。那你说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呢也不要少说女人啊，女人要少说闲话，因为你们感性太多，就是感性太多呢，就是想的太不切合实际。女人就这是女人为什么说在神家里面为什么是男人做领袖就在这里，因为你们想太跳跃，就思维太跳跃，你知道吗？思维跳来跳去跳来跳去都不是那个事儿，
胡思乱想，就是胡思乱想，混乱，胡思乱想，就不是能事儿，就是容易胡思乱想，对不对？他感情上容易胡思乱想，所以说，然后同时呢，你看巫婆啊，你说为什么女人居多吗？被鬼附的也是女人多，是吧？被鬼附的是女人多，是吧？确实如此，被鬼附的也是女人多，就是什么，女人胡思乱想，容易走向黑暗，不是那个事儿吗？自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，是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说，接受神道，对吧？一定要什么？女人为什么说的安静听道？女人叫安静听道，对吧？没事了，别处一块儿说什么闲话，说八卦，干什么？好好的干什么？装备神的话语，明白？安静学道，安静，安静下来，学安静什么？把神的话语搞明白了，安静学道，一心一意的去花时间去学道。真的，我就讲这是真事儿。嗯，是的。因为这是圣经里边说，女人干什么？安静学道，对吧？有不懂的问题，问花花丈夫，问牧师，对不对？不懂的问题，把道学好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吧？做好自己的事儿。女人与女人事儿干，对不对？也不用想着，对吧？你别想着天天去打仗，对吧？你这都不是你们，不是说你们要思考的事情，打不打仗的事情。你先做好你们女人的事情，需要你们道，对不对？好好哄着做服侍，对不对？那打仗是男人的这个要思考问题，对不对？女人做好女人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不要越权，嗯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说这些话语就是说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学书信啊，对吧？因为书信里面全都是关于教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书信是什么？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开始保罗在写书信解决这些问题啊，关于恩赐职分啊，对吧？关于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样做治事、做管理人，对不对？管理人员一个什么样，对吧？初入教会的不能做那个管理。恐怕的都是魔鬼的手里，这真事儿。嗯，你初入教会的人，你学习不到位，对不对？装备你经验值不到位，你怎么做管理呢？你怎么去评价什么事儿呢？评价啥呀？评价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认清楚自己，做好自己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嗯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这样。所以说我们懂得我们，下次开课的话，我们开始讲这个。《使徒行传》跟书信里面就开始很多就是落地的，关于这个教会里面出现各种各样的细节上的落地了，落地的事情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说我们现在因为也是我们时间原因，我也很想再把那个《使徒行传》跟这个每个书信问题都讲一遍研究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就暑假里面就现在只能这样。对吧？现在把四福音先搞明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往前前进，是吧？一步一步的。所以你们也发现了，这是一个很这不整本圣经呢，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很大的图片，是很大的图片，对吧？然后你还要把这个东西给吸收了，你要把这把剑呢给吸收了，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了。当你还没有装备成为成熟的时候呢，对吧？就是好好的谦卑下来，啊，不要认为懂多少，啊，其实他早的，他早，只说实话他早的，对。圣经里面你都没有读几遍，你要看出你的客观事实，就是吧？你客观事实就这样，你都不看，对吧？所以说你还没参加服事，对吧？懂得。当你真正到那个地步之后呢，神会把你干什么升高，你知道吧？让神来升高你，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干啥事，让神来升高你。你现在要做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拼命努力装备。你要拼命，你别说哎呀没有人事了，不是的。你如果你这个心的话，你也死翘翘了，因为你要明白，不是说。你现在上场打仗如何如何，是因为你们要明白你们不能上场打仗，是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来接这个手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是你们没有能力，不是说啊你们现在就没事干啊，不打仗就回家就撂挑，是你们没有能力打仗，所以说你们要这个赶快装备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
然后呢，各就各位到战场上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神家里面不打仗，而是说你们现在没有能力的时候，赶快装备上，赶快到岗，赶快到岗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一个公司里面一样，公司里面现在在招聘员工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今天没有被招聘上，你就觉得这个就没本事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么你说，如果你比如说我们要生活，你必须要找工作的话，你今天没有用品上的话，你回家去睡大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需要生活是吧？你需要租房子吧，是吧？生活是不是你需要租房子？租房子吃饭对不对？你需要钱对不对？你比如说需要一个月4000工资对不对？你没有工作是吧？然后你到了，比如说你到伊丽莎那个公司里面去用聘工作，伊丽莎之前没有用聘你，啊，那么你还需不需要住宿？你还需不需要住房子？需要吃饭啊？你明白吗？是你现在问题没有解决，你看到吧？你问题现在是没有解决，只是说你去用聘工作，人家不要你，你没有被选上，对吧？你现在问题没有被解决。你还没有被选上，你回家睡大觉，睡马路，吃空气嘛。所以说一定要明白，你不是你现在没有被用聘上，是因为你没有能力，不是说让你回家去没事干了，回家再冻死人家，对吧？是干什么？赶快装备上，赶快什么到公司里面应聘工作，应聘上的岗位，对吧？你因为你要知道，只有你被应聘上岗位的话，你才会什么？会有工资拿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是我们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你难道审判那一天，然后耶稣说你是又饿又懒的妇人？你明明知道你没有工作，你明明知道你没有上岗，你明明知道你自己没有上岗，没有做你该做的事情，也不做光，也不做盐，也没有什么天国业绩，你天花吃喝玩乐，在睡大觉，那都。对吧？审判那一天，主说又饿又懒的仆人，那只能说你这个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是。那你现在这个例子能理解怎么理解？你别认为错了，你现在是没有上岗，是因为你没有能力上岗，一定要听清楚了。不是说让你回家去睡大觉，对吧？你不被神认可，你没有天国的业绩，你也不为主做什么事儿，你就天天在那靠混日子。一天一天混日子，世界上都不会让你这样干，更何况天国呢？对不对？更何况天国啊！所以说，我们不是混日子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以后要面对审判了，尤其是什么耶和华神说什么要从神的家里审判，外邦人你不用想，各大宗教其实也排除了，剩下就是什么基督教各大教派40亿，神要从这个。40亿信徒开始审判，40亿都说什么主啊主啊人啊，今天基督教各大教派啊，就是先从神家开始，因为他们都说什么我是属基督里面，他们都说自己是属耶稣基督的啊，好吧，那行啊，那看一看吧，那么神就你今天奉耶稣的名字，对吧？就好像比如伊丽莎的公司，我们天天大踏七号去干活，那么伊丽莎来之后，他不看看到底是谁真正是在公司里面吗？到底是谁干什么冒牌了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吧，伊丽莎开了个门窗店，上面写的伊丽莎门窗，对不对啊？我也奉伊丽莎名字开门窗店，严立庙也开，我们都去开，谁授权了，对不对？谁授权了？谁真开呀、啊？谁去胡乱弄，然后故意把窗户给人安装了，稀巴烂，乱，窗户都按了很别扭，然后一打人就伊丽莎七号去了，对不对？人家一投诉伊丽莎，哎，你们这个玻璃安装了怎么这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么耶稣来了之后，也不看看谁奉他的名字干什么事儿。对不对？你奉耶稣名字，干
你奉耶稣名的干天国的事儿，胡说八道，又让人又懒又饿，耶稣不追讨，耶稣都不追讨，对不对？你像小米空调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是随便贴个标，我们自己安装那个，我们自己造了空调，然后贴上小米商标去卖，人家那个这个质量不好，找谁啊？找雷军，是雷军吧？你知道吗？创业是不是雷军吗？雷军，对不对？那么人家雷军，咱天天瞎搞的话，他不找法院来，他告我们，他告不告我们？必须。对不对？那肯德基门店里都人家招牌的，人家都是那种加盟的，都不上一万搞。你想想，这世界上事儿都这样，耶和华神审判他的百姓的时候，他会让你瞎搞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嘛，就是说，我们既然都知道神要来先来审判我们，有烈火一样来试验我们的时候，你到底能不能站立得住，对不对？你什么都没有，啥信仰都没有，也没为主做什么事情，对吧？神不审判你，审判谁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要看清楚这些事实啊。知道我们下一个阶段你应该做什么，再下一个阶段做什么事情，哎，把这个东西给弄好了它，对吧？看清楚前面道路，对不对？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盖起来？你别盖了一半别人嘲笑你，对吧？房子别盖了一半别嘲笑你。好，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其他问题了？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，从黑暗捆绑当中到自由释放，啊，这个问题包括我刚刚讲的啊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啊，提问啊，或者你想分享一下。有什么问题提问啊，我讲，包括有什么分享完之后你觉得哇，我又看到很多东西，有什么想要分享的，过来分享。非常感谢神，这样的讲道非常的建立我的心啊，就说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，昨天师母也说了嘛，就是说像我这种隐藏的人，黑暗中当中的人，他确实是害怕光的，因为他被自己内心错误的想法所捆绑，或者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又不愿意去像明白这个人，就像神家所差遣的钦差，我去寻求解决办法，是自我想象幻想。通过今天的分享，就是看到，就是一个人的心他非常重要，他的向光性还是他贪贪恋黑暗当中，如果没有这一个果断的一个决定去离弃那些罪恶和黑暗的话，是无法被神所接受的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嘛。当一个人愿意转向神的时候，那么他的心就为神所喜悦。就是在前天老师讲完鬼之后，我的脑子也非常的乱，也有点痛啊。就是小爱姊妹他也说嘛，啊，神对你这么大爱，大家还爱你，当然我也认可嘛，是吧？但是我的心当时是非常的内疚的，因为确实。你说看不到神的爱那是假的，因为耶和华神借着他的仆人，借着弟兄姊妹展现他的爱，只是我在牧师师母上看得非常明显，淋漓尽致。但是对弟兄姊妹，我因为还不是很了解，又是自我封闭的状态，所以说没有感受不到。后来在这里的时候，牧师说呀，那么什么，雷姊妹她心向神敞开着，哎，我是拒绝。当时我现在心里，我当时很复杂嘛，就说魔给我的意念啊，你看在这里，你看你不怎么样啊，不怎么样，就是说给我想法，哎，你还不如离
开这算了。嗯，我后来我一想，我离开我到哪去？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哪里有天道啊？没有天道的，都是全都是假的。如果其他教会我也去过几次，不管灵恩派我们网上也听过，其他的三次也听过，家庭教会我也去过。你说我去了，我现在发现我是被缚的。如果他是真道的话，不显现吗？如果是他真道，他解决不了我问题吗？是吧？当时我在这听，我感觉你们笑啊，非常的帅啊。后来我心里说，我拒绝这样念头，因为这肯定不是从山来的嘛。是。就昨天早上我去伊莎那边，我就在那里听讲道嘛，我也向神祷告。我说神，我承认我自己确实是被鬼附的，我也承认你的全能力大，对我的爱大过魔鬼嘛。虽然魔鬼在我里面，但是我仍然要向着，要转向你，我不能说持续的任凭自己这样去做得下去。嗯，现在就是像神这样祷告。昨天不是圣灵不是说话吗？就是说，我知道这是最后一个机会。如果我再抓住这样机会的话，我是就像那说的话一样，你就待在黑暗当中，你自己就等待永远的灭亡。所以说，一个人心非常重要。我知道我自己心向神封闭，向自己也是封闭，我自己把自己的心封闭了。我昨天上祷告上神说，我说我愿意把自己的心打开，我愿意向神去敞开自己，因为我不明白怎么去敞开，也不知道跟人去建立关系，跟神建立关系谈不起来。因为严平前天晚上也说了，你跟人都无法正常的跟人沟通交流都没有，你说你跟神能敞开吗？连敞开什么意思都不知道。所以说非常的感谢神还给我这一次能够机会，如果我不抓住，我确实完蛋了。所以说我一定要自己要下定决心，也要跟神去互动，一定要转向神，因为神的道确实是可羡慕的，因为他的爱是非常的难测。因为这样的一个充满污秽邪恶的人，神也并没有说放弃，还是给一次次机会。不管是凡是来到这里的人，不管是那些混的家都给他们很多，是给他们机会的。但是自己也要看到自己现实情况，一定要抓住机会转向神，一定要离弃罪恶，一定要转向神。我的心也愿意向神敞开。所以说，就是昨天还下午还想到一点，我跟那个谁啥说的，对，就是弟兄们说的，就是说，就是昨天我那什么问题，是一个，就是神的威严或者是神的那种大可敬畏的，对这个问题，突然明白一个点。神是大可敬畏，是针对他的是公义，他的圣洁说的。当然不愿意向神的时候，神是愤怒的。是。但是，就前一段时间不是圣母不是说吗？你这里有许多先知你都不清，你不愿意向神，你去向神敞开，因为神已经对你愤怒了。就昨天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明白，如果神不爱我的话，我连机会都没有。对。包括住这样的房子呀，第一次给你做的午饭。非常感动的，所以非常感谢神，处处都能看到神的爱，只是我的眼睛的时候没有睁开，只是活在一种自意当中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是能重生了，说的很实在，都是自以为是，自以为然是因为两个人见面之意，你幻想啥呢？就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没有神那种爱神的属性，没有敬畏神的都没有，你再幻想也没有用的。自己一定要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在什么样的位置非常关键。我的心现在还需要不断被神洁净，被神转向神，才能够真正的走出来。自己在黑暗当中，你瞎子，你岂不都完蛋了吗？所以说，一个人的心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有一颗转向神的心。
这样的心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智的话，你只是自我想象、自我以为认识耶和华神，那其实就是虚拟幻想，吃多的。所以呢，非常感谢神，我要珍惜神这个机会。哦，好，感谢你们。哇！第二件就是暴露生命的问题。所以说，真很感恩。我们能看到他是证明什么？就是神，就是你在黑暗当中，你的心敞开一点点，你迈出新的一步，新的一步，新用新的一步，神要上你走十步，对吧？因为神啊什么？神的慈爱很怜悯，对吧？神的公义刚刚好的话，神的公义和他的大而可畏，只是针对于他对神对神属于愤怒，他就属于愤怒，对吧？他对于那些敌对人愤怒，但是你忘了他奔跑人吗？哇，那耶稣天父来用静静的浪子回头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吧？披上了袍子，对不对？再往接着，然后再往接着，赶快给你杀你女儿，赶快过来吃吧，再赶快。你就看看这个画面嘛，天父你知道什么？天父是愿意什么来拥抱所有回家的，他是愿意拥抱，他更多你往他跑，你进过来往天父那跑就行了。他愿意接纳，他愿意，他连他儿子都不要了，所以你要体会吧，他连他基督，连耶稣都不要了，他不把所有都给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知道什么？耶稣就是天父对于我们的爱，真的是无法衡量。真的是无法衡量，儿子都不要了，你更何况他能不给你想要的东西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尽管往天父在奔跑，天使天君都来帮助你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像大儿子一样，大儿子是个什么样的？大儿子就是属于什么？哎呀，什么都是我的呀，什么我都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被他杀羊杀牛啊？你为什么都要给他干啊？他的眼睛是瞎的，你知道吗？他里面心中充满了什么？仇恨、嫉妒。反而呢，他是被关在外面的，对不对？像法利赛人，为什么说我们想想不要活得像虚伪的法利赛人？还真的不如用税吏。用税吏看到我自己的污秽有浊啊，对吧？我连举目看你都不敢看，对不对？他更多的什么谦卑的，反而被升为高。他为什么？他反而看到了他自己上面的一种什么真实面目？你看到你真实面目的话，主，你才需要什么？你才需要耶稣来洁净你，对不对？你会更多的被洁净。千万，对吧？反而如果你认为挺好的，还行，其实你把你自己给隐藏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千万不要隐藏自己，千万不要自以为意，千万不要认为我不错。其实你到底好与不好，其实呢？都是以真理的标准来衡量你的，你也不能你自己说好不好，对吧？你反而你不好，你不好的话，你就是变招散了，对吧？从黑暗都自由释放人，其实就是从心里面，对吧？然后我跟以利沙那天说什么，对吧？你看那个斯蒂凡说句话很有意思，你们时常的抗拒圣灵，耳和心未受割礼。耳和心为什么隔离？外在的隔离跟水的洗礼其实呢并不是最关键的，对不对？外在的隔离跟水的洗礼都不是最关键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圣灵与火的洗礼，对不对？其实呢就是你的耳朵能不能听见啊，你的心能不能敞开啊，对吧？天父等待的是我们用一颗诚实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，不是说虚假为善，对吧？也对不对？你不要搞虚假的事情，神不喜悦虚假的事情，对吧？神希望你一个坦诚的内心，对吧？不要自以为意，所以这个信仰，这个信仰，用这个心嘛，信仰，心从心上发出来了，所以说这个。所以那天晚上说了，天国我们看不见，圣灵我们看不见，对不对？哎，反映出了什么？心也是看不见，对不对？难道我们说心的时候，难道是我们的心脏吗？把心脏拿出来吗？对不对？心也看不见，
当你的心看见的时候呢，神的国度也就看见了，对吧？因为神的国度在你的心里。实际读书的话很深，这句话是极度极度。从今天我越来越发现，这句话神的国在哪里啊？是在你的心里。这句话是多么深，是吗？有几个人能，有几个人能听懂？有几个人能听懂神的国在你的心里边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信仰，全在心里边，虽看不见，但你的心看见的时候呢，神的国也就看见了，对不对？神的国也看见了。愚蒙的心啥都看不见，愚蒙的心，对不对？愚蒙的心原来发现什么？你什么都看不见，就好像一个帕子一样，就好像一个帕子一样，把弄住你眼睛了，都看不见，对不对？当你的心打开了，帕子挪走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信仰，你看，一边说这样的话，真是，了不得，了不得的事情。应该是本世纪最大的奥秘。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国在哪里？真的，心不对的话，你学不学的都是无所谓。真的，这句话是真实的。有很多人跟着我们，像严家、慧敏啊，跟着沙白出去四处宣教学习，好几年了，最后什么离开了我，心不对了。所以说信仰全都是靠心而出的，心法教你的心错误了。圣经的理解，圣经经文句的神的话语全都错误，全都错误。这是真实的，现在发现这是真实的。心对的话，真是天赋阿爸要开启，就你的心对之后，天赋开启你的道路，一路往前奔跑，火箭出上了，火箭要喷喷射。心不对的时候，就导弹咣咣炸了，把你让你炸了。太好，这件事真的太好了，真的这个事情真的太好了。有电话分享吗？好，我想再强调一点，就刚才俄克在这里所分享，真的也很感恩啊。就刚才他所讲的，他的心知道回转的，那是神很喜悦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刚才你讲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，你看耶和华神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对他的百姓，对他所拣选的那些百姓所高立的君王，所应许给他们来管理他百姓的君王，对他们的忍耐，对他们的爱，爱到什么样的极致？所以刚才讲到这里，我就想到这个，想到这个亚哈王。嗯，你看亚哈王在这些君王当中，你看他跟他的妻子耶洗别，你看他们多恶，但是上帝还是在给他们机会。就像你看，在列王记上20章到21章那里，其实我们看到上帝给他那种机会。前面已经看到他做了那么多了，跟他们夫妻俩做那么多了，但是上帝还是在怜悯他们，还是给了机会，还是给他悔改的机会。所以上帝借着亚兰王便哈达来攻击的时候，你看上帝也借着先知去跟他讲话，给了机会。你看上帝要借着先知跟他讲话，要先知去跟亚兰王打仗。之前亚兰王不是来说你的妻子什么什么什么都是我的，但之前他很害怕完了，上帝又借着先知跟他讲，你要亲自上阵，我要与你同在，要给你把这些人交在你手里。你看上帝还是这样给的机会，所以你看第一次给的机会，他看到神的恩典。又第二次，亚哈王又不甘心，又回来他们说他们是靠他们的山神什么什么神来帮助他们了，什么什么什么样。所以耶和华又再次来证明，你们既然说我是山神，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。你看又叫
要让我上去打仗，所以又把他们交给，又把他们敌人交给亚哈。但是亚哈过完了这一次，他却没有听从上面的话，所以上面这里才说你，他怎么说啊？你看上帝怎么对他说的？他对王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，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，你的名必代替他的名。”也就是因为上帝给他一次一次的机会悔改，给他回转了，但是他没有将荣耀归给神，不知道他虽然经历了神恩典，但是他没有持守，没有去恩，所以他放弃了，放弃这类恩典，那结局就是灭亡。所以何可刚才所讲的这些，真的，但愿你真正把这个心完全向神敞开，从此以后不要再活在那黑暗当中，你要向神的敞开，神必定会接纳，因为神就是愿我们每个人 得救，他不愿我们灭亡。对，因为他所拣选的儿女，他必定会爱我们，给我们机会。但是我们上帝既然借着他的先知来提醒了，那你就珍惜这样机会。你看上帝已经借着先知两次来提醒他，给他看到神的荣耀，所以上帝已经借着神仆人来提醒了，提醒我们，我们就要真的要警醒，要回转。所以上帝也同样爱你。你看上帝借着先知一次一次的来提醒，所以你不要认为这是我做的不好，我又不敢，我又害怕，又害怕面对上面，害怕面对弟兄姊妹，面对神仆人。你不要有这种心，如果有这种心的话，很容易就像这个亚哈王结局一样是灭亡，懂吗？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伊丽莎有没有分享了？最后了，有没有分享的呀？我分享一点。好，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呢，就是说确实是像刚才咱们说的一样，最近有人在思考，旧约是律法之约，它有一个喜呢。到约翰这个先知大写的，幸且没有大过这个世袭的约翰，他传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什么弯弯曲曲的道路要修直，坑坑洼洼的要修铺平，啥意思呢？叫中规中矩，对吧？正直的人是吧？监察约伯是个正直的人，就正，啥意思？符合耶和华神的心意，对吧？因为他愿意敞开，就是遵守神的律法，是吧？他愿意遵守律法。你受洗呢，就是说我以前有罪，我愿意和神建立一个这样敬畏你的这样关系啊，我愿意顺服你，愿意遵守你的律法啊。但是呢，是信而受洗。但是那个施洗的约翰说了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，就是说，但是在我那后来比我还要大。要用火与圣灵给你们施洗。首先，我们首先看这个律法，并不能让人称义，对吧？只能说让我们看见这个身上外在有什么污秽啊、不干净啊，能看见的东西。律法是写在石板上，让人能看见，能照着图。但是呢，能看见的东西，表面，对吧？怪不得说我现在越来越懂这个，就是能读到这个圣经当中的韵味儿。比如说你们这法利赛人洗净了杯子的外边，里边却沾染了污秽，对吧？你外表这表演不能杀人啊，我不杀人，但我心里想借刀杀人，我看不见，对吧？那么他让人啊钉上，比拉多钉耶稣十字架，他说我这个事我不能做，但是他心里是不是这么做的？那做了，洗净了外边，里边藏着死人骨头。这就是真的是你洗净了外边，表面你遵守了律法，但是你的心呢，怀着排斥、敌对、攻击、杀害，甚至贪财，这人不爱钱，你也不爱钱，他爱钱，反过来说他自己是这样。律法呢，就是水洗，意味着什么？我愿意服从神的这个律法，
敬畏，但是呢，又不能使人真正的转向世界。嗯，也就是说，就像圣经里边说，靠着行律法呢，不能就完成律法，也就是没有人除了神耶稣之外，没有人能就成全这个律法，都有罪，是吧？我还没发现里边圣经旧约当中除了一个一例啊。两个活着走的，其他的都好像多多少少都有个误，都有个斑点儿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们爱神的心不错，人家就敬畏神，包括大卫多次说，是吧？劝他儿时候的你儿啊，你的心要怎么样怎么样？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。我们都喜欢一句话叫“瑕不掩瑜”，对吧？这个瑜呢，哎，有一个瑕疵。但是他爱神的心，对，神也会体现在他的家里，也认可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都很好，就觉得就会，我们爱神的心同正，我们爱神的心和圣灵同正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吧？那么你的心神认可了，一起的我们就神的儿女，所以说。这个新约呢，我发现这个厉害程度是什么呢？我们没有人能做到，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个榜样，是吧？他做到了，然后呢，他用他的爱来激发我们爱我们，不因为爱所以爱，不是我们爱神，是他先爱我们，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他这么爱我们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，一下子就感觉退堂鼓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定局了，我就做不到，都是罪，求主赦免我，到最后不合格也让我合格了。那么你这个事，其实你这个动力呢没有，是吧？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贤人，你会说这种话吗？你就不尽力也凑合着，那个事就不对了，对吧？所以说，现在觉得这个水洗，能洗净不能洗净？能洗净，能洗净你的外在。也就是说，你比如说我以前犯的罪，哎，我这一刻很感动，主啊，我终生向你认罪。但是我这个心它有奴性，就像耶稣的比喻说，这个猪啊，你把它洗干净了，洗干净了，用水冲干净了啊，也给你弄点沐浴露，香喷喷的。但是呢，哎，发现他回到原来的泥里的滚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就说什么？就是人呢，奴性、习惯。再一个呢，他体贴肉体，他觉得这里边滚一下很舒服，啪里边咕噜噜窝再出来了。还有个特点呢，他不倒劲儿，喂啥吃啥，只要你能吃的就行，你喂饱了就有奶就是你的，对吧？这啥也不惧。洗干净了，它白洗呗。所以说，你水洗只能洗外表。你渴慕罪、恋慕罪，有你自己的想法的时候，那你这个东西咋洗？你想法弄，我天天守着你，我天天给你洗呗，到哪都洗。但是你吃脏东西，吃肚子里的，我咋给你洗？你这个罪、污秽的东西，你进了肚子里边去消化，你不反思、不倒嚼，它只能出来，对吧？所以说这种。罪要从心里洗，这就说圣灵要活洗。原来记在石板上，是吧？记在你的心板，要保守你的心，像眼中的铜人一样。神是个灵，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不但要把自己通过耶稣的这个真道接在心里，成为你的武器，对吧？还要辨别这个意念啊。这个是违不违背真理啊？圣经的话是不是标准？是废掉律法呢，还是成全律法？天地都废去，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。你们所行的义，若不是我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，主啊，都不都不能受他的苦。对呀，那我标准降低了，原来我做不到，做不到，耶稣上十字架了，都做到，歪瓜裂枣，合格。我跟你说实话，你收果农的那个商，就是水果贩子，他都说歪瓜裂枣不要，
对吧？歪瓜裂枣是吗？他能要啊？能要。你买瓜，你买过歪瓜呀？大哥，你合格，人家吃了都别扭，那买那么瓜呀？是吧？一到家里看着都不舒服，是不是？你说是不是？我们都能说，一个醋已经上十字架了，我们这歪瓜裂枣凑合治。你这个收瓜的这个东西，挺好的，对吧？嗯、所以说，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是的。我们要效仿。嗯。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为什么爱呀、啊？因为他爱我。对。因为他不爱我们，我们都觉得人家都欠我的，对吧？我为什么惯着你呀、啊？谁哄哄我呀、啊？哎，但是耶稣他为你去，你知道这么大的爱的话，你这个大瓜俩枣的。舍就舍了吧，有的时候你说，所以说不认识神的人，也不认识自己，对，觉得我还挺甜，歪瓜裂枣也挺甜，水分也很足，你啥呀你？让人家看着都有点不周正，是吧？正直要修正，修直他的路，高高低低的要修平，对吧？一看约伯，这是个心里正直的人，敬畏耶和华。是吧？你不正直，没有标准，这就意味着没有标准，你自己就是标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怪不得说我们说这个根基很重要，神的话准确。你没标准，你就是个标准，对吧？那有了标准，你敬畏他，你按这个标准，他就可以。就原来那个犁地，怪不得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。他也就是种庄稼，他也不行，因为为啥？人家这个麦子一趟一趟，一绺一绺的，对吧？可直溜了，可直溜了。但是我小时候，我也干过农活嘛，牵着牛，你得牵着牛，人家后边扶着犁，对吧？你牵着牛的时候，怎么才能走正呢？我走一步看后头，走一步看，你不会走正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有一个目标，你牵着这个牛呢，就冲着他走，那个牛呢也跟你一样的距离。它距离离得近了，你稍微松松；距离离得远了，你稍微拉。就这个东西，你看着它，你那么走的话，你走完了，你再停下往后一看的话，直。手扶着犁向后看，耶稣这个话它就不是个标准。那么你说你走的直，我不信。人家耶稣在十字架上尽心尽意尽性爱了人了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了已经。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是吧？人已经彰显了他的爱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在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赐我们，为我们做了这个榜样。那我们就说恩典之家，人家都做了个模子，你做不到就能验收合格，你做不到不要紧，人家亲自给你做了个模子，你就照着这么做就行，不那么做差点事就差点事吧，我跟你们说，你那汽车发动机，你那个螺丝，你那个零件，你差点事你都拧不上，是吧？你差点事你用电钻拧啊，你拧不上，它不往里进，你知道。说实话，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些例子呢，我们都能知道。一到信仰的事，首先说，人都愿意得永生，好东西谁愿意得？永生，你不愿意啊？秦始皇都愿意，长生不老，是吧？但是他说的这个永生呢，不是说你轻易觉得啊，我光想好事，好事有我的，坏事别领导我。那个说实话，人家可拉一党也不会正经的事，对吧？到最后了，想好事，但是呢，又不愿意顺服神的话，这就是说自己的大了，神的标准就低了，你就如神了，也就下咽。下一代了，那盖房子都知道找个根基，对吧？打个地脚，找个根基。神的话旧约也很明显，是吧？你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一个，对吧？他那就是把所有掺进去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和了和了，就来客人了，我这个饭不够，一锅汤来了十个人，好加上十吊的水，和了和了一大锅，一人就有份儿。你尝尝他剩那个味儿吗？人家卖饭的要这么对待你的话，你就不愿意喝，是吧？来个客人一看食不够，插水哗啦哗啦，又一碗，这叫掺假，
人家神的话就标准，就是就是，不是你就别说是，你这是中国的水，是吧？没经过水里熬，人家没融一块儿，你加上水哗啦哗啦，稀里刮蛋毛的那个不愿意。这个人听信仰的时候呢，就愿意，是吧？不纯，不正也不直，也没有标准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信仰根基很重要，心更重要。你心不对了，你立错了根基了，那你想想就行。你房子盖人家里，你把那当自己的人了，你住上一年，你那个地盘都不理解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真理是越学越糊，反正这个话也不知道怎么说委婉，就说这些吧。好，很感谢，我跟伊丽莎分享的真的是，嗯，我只能说很好，很棒。为什么？他把水的洗礼、火的洗礼说透透了。水的洗礼其实跟那个以前那个隔离一样的。为什么以前长老会教派，包括那个包括那个天主教，很喜欢给人干什么洗礼，对不对？八天之后，以前是八天之后全隔离，对不对？八天之后给他洗礼。先程度上得救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在程度上得救很有意思，都是什么？先给你看一个外在的啊，你愿意干的事儿，但是什么事儿啊？不要，所谓啥？就是一般两分钟的事儿。我就说这个洗礼跟那个割礼，它其实是一样的。水洗它只是个意愿，对吧？因为是约翰说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我来给你修持这个主的道路，对不对？那么就告诉你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道路，对吧？他只是告诉你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实质上什么？不管你是外在割礼啊，还对吧？外在割礼还是说，在河里面受个洗，它其实都是什么？彰显一个外在的意愿，对吧？如果水洗，如果行割礼就够了，如果水洗就够了的话，也不需要干什么。也不需要圣灵的洗了，对吧？为什么有圣灵的洗？其实圣灵呢，内心心的从心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敬畏神。所以说，火的洗礼，它只给那些真正敬畏神、从心里面敬畏神的人，外在的都没用。你装，神的烈火他不装，对吧？那神的烈火，他不知道你，他不知道你内心的真实想法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唯独心里心与耳受割礼的人，才真正有用。心与耳朵能听见的人，心里面也是这样敬畏神的人，才会受到圣灵的洗礼。凡是受到圣灵洗礼的人呢，那什么，神就会称你为义人。你是真的把你的罪洗净了，真的什么，真的把你的罪给洗净了。石板与新板，为什么耶利米这个耶和华神的耶利米说，我要立有新约，我要把这个神的律法写在你们心中，它已经不是在外在上了。所以说这个信仰真的是从心而生，神的国在哪里？所以说一切，我觉得这个四福音的这个四福音的这个奥秘，我觉得可以咱这个解释解答，这个时代，绝对的太厉害了，能把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搞明白了，通过观察人心，就已经知道这个人去哪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看你内心就知道你里面有没有神的国，你没有神的国，那么你也看不见神的国。清心的人有福，他们必见到神。所以说这个。我也不知道从哪儿说，我们信仰能到达如此地步，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罕见，太厉害了。只能说我们的信仰现在已经，我觉得我觉得我们的信仰这能到这样的心里面，已经是极致了，已经到极致了。我们的心都尽心尽力尽主，尽心爱主我的神，极致了。天国就这样奔跑的人肯定不会落下了，不是这样奔跑的人，不用成为先知，我们都可以说，不可能。
不用成为先知的这种不可能了，对吧？神也不要那个，对吧？那个癞蛤蟆上天国，对吧？也不能找一群癞蛤蟆上天国，不可能。就找这个，也是找沙子也不找，找精金，太棒了！就是这个道，这个道真的是，太棒了！呵呵这真是太棒了，非常感恩啊！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恩，下午我们再继续。